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诸位摩菩萨龙天护法，感恩伟大的恩师师父卢金红台长。师父，我们的业障自己背。请问一下，1979年属羊男的身体健康还有没有，有没有灵性？79年属羊男的，属羊的男的、身体健康还有没有，有没有灵性？灵性还有，肠胃不好，咽喉这里啊经常咳嗽，有开过刀，开过刀，听见没有啊？现在知道了吧？对，其他没什么大问题，晚年心脏有问题，明白了吗？有，心脏有问题，脾气不大好啊。对，一直发脾气，经常发脾气。对，爱喝酒，然后肠胃有开过刀，切掉了，切掉这么一段。对对对，都看得很清楚了。对对，好啦。师傅，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还有放生几条鱼？小房子一共要280张。280。慢慢念。慢慢念。好吧。好。放生给他放1500条。以前放很多了，师傅。差不多几千条。那当然了，我说的1500条就是说对这个毛病，那么你要多放，多做功德总是好事情、好的，多做功德，多多放，好吗？好。功课的经文要怎么调？功课嘛，心经多念一点，49遍。49遍。好吧。心经，好。没什么问题的。师傅，请问一下，是你老公啊？对。你老公脾气坏得不得了。对。而且不讲道理。对。你的儿子很好。对，他很孝顺啊。孝顺你了，他是你的保护神。我告诉你，要没他保护神的话，你惨了。听得懂吗？你气量要大一点，你的命根当中会经历过一次婚姻的风波，咬咬牙看着孩子不要离婚，就不离。不离。听得懂吗？不离。他因为外面会有一个女人的跟他很好的，听得懂吗？时间长了你坚持了，这个女的可能就退了。华人还是马来人？你老公他是华人啊？外面如果有女人 华人还是马来人？马来人啊？不是，我的老公是华人，如果遇到女人遇到华人还是马来人？哦，你叫我给你看这个是女的是什么地方人啊？对，我告诉你吧，那是不可能告诉你的。师傅，那这种事情不能讲的。师傅他不在这边。人家经常来问，人家我就要问他，你老公在不在啊？或者你老婆在不在这里啊？他说在，我就不讲了，不能讲的。他不在这边。不能讲，不能讲，不能讲。Okay. 师傅，他。会是吗？什么？他会是吗？会看到女人就乱乱来。他以后碰到了吗？哇，你天天念经呀。OK。念掉嘛就好了。对不对啊？你不要太烦嘛就好了。他就是觉得你烦呀。听得懂不啦？他不听话。我就知道。其他没什么的。你这个老公嘛好面子。全看得出来的。对。好面子，没事的。Okay, 好吧，好，师傅，声纹的名字成功吗？陈美惠，名字啊？哈，谁的名字啊？我的，声纹是吧？啊，对，陈美惠，美丽的美，智慧的慧，陈美惠，声纹成功了。谢谢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师傅，我家里的佛台菩萨有没有来？家里的佛台，你属什么？1979年属羊。有观世音菩萨来过。感恩。挺好。家里的气场好不好？家里的气场还不错。当中客厅不错。右边靠右面的靠脚的地方，那个地方不是太好，其他地方还可以。师傅，家里没有客厅。没有客厅啊？没有。就是走进去这个地方还可以，走进去。OK。一走进去还有一块空间，蛮亮的。
啊，对对对对，好像你还插了一朵花。对，我插对。莲花，师傅，请问一下，剩下一个，我新家的气场好不好？你一直问好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只有一个是，对不起，师傅。家里气场还不错。新的家。嗯，还不错。新家的气场。还可以。好，可以。师傅，感恩。